擦走了带不走你的天堂，你风干后会留下彩虹泪光，擦走了你也可以把梦留下，总会有个地方能再爱飞翔。哪位老师要为弟弟转身呢？先听弟弟的这个邀请。绝爱，绝爱，模糊光影距离，我连时间都是暂停，好好听哦。我转一半，转一半怎么说？怎么叫什么叫转？也想选啊，也想选，那想再观察一下。OK， 对对，非常好，非常好。两位女生老师都转身了啊，是被歌声打动，还是因为唱得太好了？太好了，是不是？太好听了，我的天哪，天籁，天籁！您别，天籁就是你。这个哎，弟弟就为难了，因为这要选择一位，也就是拒绝了一位，因为刚才韦伯他是比较那个，就是对。是潘帅，要不为了就是那个，咱先转回去。半边都不让他干。你这么客气。那请问詹老师和戴老师，您要选择谁呢？王和弟。好呢，我先转回去。我最近想练练绝爱，绝爱。好，好，祝贺詹雯婷和王鹤棣组队成功。OK， 完蛋了，我也不知道怎么演，没关系，乱演就好。我们来先听一下第一首歌需要演绎的是什么，请放音乐。哇，这很难呢。蟑螂，有蟑螂没有呀？没关系，啊，这把 ，OK， 这把，你演一个看见蟑螂，然后我来演打。哎，对，好。啊，然后。可以了，好 ，OK， 准备。Hello， 看，眼睛打招呼，我看见蟑螂，打蟑螂，踩蟑螂，不要踩蟑螂。首歌，什么？就在嘴边了。什么歌？不要什么彩蛋。哒哒哒哒哒。你哪个桌布干嘛？当免费。不怕啦。不怕啦。歌名叫做。不懂歌名叫什么？我真的，我就好像叫不怕，还是叫不怕啦？确定？不怕是吧？不怕。不怕。回答。正确。哎，他们演得很形象，很形象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为什么拿那个单子吗？哦，为什么？因为有一句是什么“勇气当棉被”啊，然后我看到有棉被，我就我以为你说这是帕子，然后不怕，其实那个蟑螂那个非常具象，他们那个演得特别好。我前两天才打蟑螂，所以我就是跟看到这个很熟悉，感觉这个是不是？看见什么？对他们演得很好，好，记一分，两队都记一分。下面第二题还是他们，戴上耳机，好。哇，好大声啊。吉他。大树不要乱拿，对。这两个。那个吉他跟那个有落差，时代落差很大。OK。他们商量完了，好，做好准备。弹吉他。哎呦。一见钟情。什么东西？看见弹吉他的人。脑子有风，脑子有风，这啥拜把子吗？这哦一拜，很难呼吸。哎，你们比四个字的歌词比较快，可能四个啥？第一个字，爱，情，好，第二个第几个字？
飞飞飞，情非得已。怎么变成比手画脚了？哎，比歌名比较容易。但是这是违规的，不能积分。刚才他们演什么东西啊？他们演什么东西啊？哎呦！脑子有风，脑子有风，是啥？拜把子吗？很难呼吸，开始。想你啊，想你，我要加油，我期待。加油！7300。7300。下雨。我和你。雨。转你。油。油。鱼。你是鱼。我窒息，呼吸，我快要窒息，窒息，我就是要你，我这个鱼好像离开水了，哎，对哦，也很好啊，鱼，这鱼，鱼，没有呼吸，没有呼吸，鱼没有呼吸。好 ，OK， 好，我快要知道了，快要知道，对不对？我可以拿下来了吗？可以拿下来，对，锁定答案。歌名叫做一只鱼窒息，歌名叫做我是一只鱼，我是一只鱼，回答正确，我是一只鱼，对对对，你懵了吗？啊，对对对，真的有这首歌。寂寞沙洲，寂寞沙洲，来个寂寞沙洲冷。好，来锁定答案。心如刀割，心如刀割，什么沙洲？锁定答案。对啊，沙是不是有个心如刀割啊？对。背对背拥抱。不对。三。确定答案。二。就岩兰草吗？什么东西啊？刚才其实陪你已经都说出来，为什么沙洲要用这个动作啊？对，寂寞沙洲冷。啊！我们那个歌词有悲伤一夜一夜，哎，那个悲伤一夜，这个太酷了，这个很传神，一夜一夜。我以为一二一二，我很努力的想一又是啥？教练要写他们，我要写他们。不是，我们不用写，哎，我们不用写，我们只用写自己的节目。我们每一组都得写，我们每一组都写。你俩，我真服你俩了，你俩一组太合适了。每一组都得预测是90多还是00多，然后猜对了可以积一分。那我们现在没写啊，你现在写在写啊，那你现在写呢？90。嗯，等一下，你，哎，你们选哪里？我看一下，大家一起同甘共苦吗 ？Follow your heart, follow my heart. Where's my heart? Where's my heart? Where's your heart? 下面有请詹雯婷、王鹤棣带来《我们的爱》。把手都借给我，借给我们。
起模糊的小时候，云朵漂浮在蓝蓝的天空，那时的你说要和我手牵手一起走到时间的尽头，从此以后我都不敢抬头看，仿佛我的天空失去了颜色。从那一天起，我忘记了呼吸，眼里啊永远不再哭泣。我们的爱过了就不再回来，直到现在我还默默的等待。我们的爱我明白已变成你的负担，只是永远我都放不开最后的温暖。啊啊啊啊，你给的温暖。 我们的爱好像不该被这样对待，直到现在才学会了怎么去爱。我们的爱为什么会成为了负担，直到现在发现去改变，去改变不晚。我们的爱我明白带来许多欢快，直到现在还是温暖，温暖心怀。我们的爱是否还能再寻找回来，直到现在我还是在原地等待徘徊。我们的爱过了就不再回来，直到现在我还默默的等待。我们的爱，我们的爱好像不该被这样对待，直到现在才学会了怎么去爱。我们的爱为什么会成为了负担，直到现在发现去改变，去改变不晚。我们的爱我明白带来许多欢快，直到现在还是温暖，温暖心怀。我们的爱是否还能再寻找回来。我们的爱，我们的爱不会再回来。好，星期六，下节更精彩。